就塑造的三结论，现在讲那个就是，就护持菩萨戒的这个时候，护持菩萨戒当中呢，就是昨天我们前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饶益于亲戒已经这个讲完了，然后呢就是能护持方法里面呢，就是以四正念来护持和，然后以正知正念来束缚一切威仪当中，以三法来度人和。然后那个涉及一切学处而这个护束护，就是就四个方面来宣授。然后前面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今天是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也是讲那个归纳上述那个学处啊，就是归纳这个以这个色一切学处而束护呢，就是分一个归纳上述学处之一和。然后建立自种观点，就是他整理的这个。本来那个前面的这几个束缚方法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很大的差别，但是在这里这个整个这个上面所讲的这个束缚的方法吧，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说了菩萨戒，说了菩萨戒的话呢，那么如何这个束缚这个菩萨戒呢？一个是有根据这个无垢光尊者的观点和阿热班智达他的观点，就是他整理这个科判上呢，这个明朗意思和他们有些这个科判呢有点点不同，就是他整理是归纳上述这个学处之一，但是堪布勇改的那个归纳上述学处之不如那个就是这个其他论师那个对上归这个什么归纳上述的意义和自己的这个宗派，就是因为阿热班智达他自己呢就是有这个菩萨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的一种这个学处和然无光尊者的这个菩萨戒的学处，就是有两种，就是前面是那个也称不是也称论是龙摩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这个观点，那么下面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全真龙清然卷言圆形穴处四五娘行形穴处性六毒归纳趣事就是黑背法他前面呢就是全知无垢光尊者就是在这个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所讲的话呢，圆菩提心的穴处呢就是圆菩提心的戒律，我们说了圆菩提心的戒律的话呢是要这个心持四无量心，然后心菩提心的穴处呢就是这个心持六度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个无著菩萨所讲的一样，这个好好的这个趣事这个就是四种这个黑法和四种变法，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趣四种变法就黑色和这个趣四种变法和这个色四种黑法这样讲的。因此他那个学处的话呢无垢光尊在大圆满心性学习大书当中也是有这个光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素圆菩提心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对众生的不管是这个四无量心还是这个次无量心背无量心细无量心，就是一定要升起，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先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要升起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自己的这个情友和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得到这个平等，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平等的话，那就是自这个亲缘这个亲戚和怨恨的这种这个粘土，也就是从贪执和嗔恨呢就是没办法这个平息的。因此无光尊者为什么是先讲这个这个色无量心呢，就是色无量心必须要这个修着，然后色无量心的基础上呢就是你如果修背无量不背
非无量心也可以，次无量心也可以，不一定要这个四无量心全部都具足，就是这个呢就是如果是该具牌的话呢，就是该登牌的话呢，他们有几种这个前面所讲的以这个报恩啊治安啊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修持，然后以那个萨迦牌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四种这个涅槃的方式来这个修持，等等这个尼玛巴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四种无念心思，以按照无光存在在藏圆满心系学习大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因此我们这个很多人呢，这个发了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呢，我该做什么呢？就是你要这个心持这个圆菩提心，然后这个圆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无念心。然后你以后那个新的菩提心的学处戒律已经得到以后做什么呢？就是要这个心这个流度完心。流度完心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大圆满前心的时候也是讲过，就是所谓的这个流度呢，如果光得起来的话呢，所有的这个菩萨的学处全部在这个包括在这个流度当中。然后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处啊，所谓的这个流度的学处呢，比如说我们仅仅是这个给一个乞丐，就是不是一个社团，不是一点点这个事物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这里面也是全部可以具足的。首先就是我自己的财物给他呢，就是是这个布施，布施过程当中呢，就是就别人就是怎么样这个做的话呢，我这个如你如是的这个我以清净的这个心为的话呢，就是这就是这个刺激。然后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别人谩骂我啊，或者是自己这个有点辛苦啊，这方面全部让人来的话呢，就是这就是忍辱度。然后对这个布施呢，就是升起一种欢喜心，就是乞丐来的时候呢，就像如众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就像禅定者就是这个树禅定的快乐一样的，这种听到乞丐的声音的时候很欢喜的话呢，就是就是这个叫做是那个欢喜心，就是欢喜心应该这个升起欢喜心，就是这是那个布施的这个精进度。然后在布施过程当中呢，心不散乱，然后那个这就是这个精进度这还那个就是智慧度的话呢，就是布施的时候如果最上等者的话呢，就是注意这个三轮提供的境界，如果三轮提供的境界当中不能住的话呢，也是这个知道是布施的供的，没有这个布施的这个什么那个就过失等等，就这也是一种智慧，就是取舍的智慧。所以一个所作所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行为当中也是可以这个圆满这个六度的就圆满六度。我们听一堂课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听课当中呢也可以圆满这个六度，就是这些呢就是我在这里不用光说。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菩萨经的接触的话呢，自己心里面就是色素还是很重要的，以这个大乘的离他性。因为大乘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乘里面呢，就是一般对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罪业的话呢，就是不看作是很重要的，就是主要是害众生，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大乘这个接触当中是最重要的，不害众生，利益众生，就是这就是所有的这个大乘菩萨界的这个中的这个学处因此呢我们也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个全智龙清禅宗呢，就是它是这个心菩提心和圆菩提心是这样这个分开宣说的。再次阐明智者的观点，那辨别万法的下面呢就赞叹那个无光存在，就是它是这样的。再次这个阐明智者的观点的话呢，首先就是说那个辨别万法智慧超群，那对佛经论点的次以通达无碍，心相续中富有教法正法功德的全智无垢光存在说，就是这个堪布勇敢呢，就是对无光存在可能信心就是特别大，就是一般来说那个一个上弟子呢，就是对这个上师有没有信心呢，就是对他的称呼对他的这个赞叹呢，就是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不是这样的吧，他说那个对上师如意宝有些信心特别大的人呢，就是说是发往如意宝了人家，然后那个信心比较中等的话呢，就是那个堪布精美盆走，然后没有信心的人呢精美盆走，就是直接这个题。所以一般的我们对这个上师这个称呼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表面上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人呢对这个上师还是有很大的信心。你看像堪布勇敢的话呢，就是辨别万法智慧超群，对经论最通达无碍，心相续当中富有教证你这功德的三界法王全智如意宝龙庆人君正在吉祥现座，就是可以这样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这个龙庆人君呢，就是圆心穴处的药，就是色药，就是圆心穴处的色药完全包括在四无量心的修炼之心就是这个修炼自性，以四无量心的修炼自性，凡夫惯学具有逆了有情之性中，因为这也说明呢，就是不舍菩提心呢不改原理穴处的缘故，就是他这里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圆菩提心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大圆满信息学习以前也是已经发过，就是如果你大圆满信息学习大书没有的话呢，就是大圆满前心当中有的，就是这个四无量心先很重要，就是三一般来说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呢，就是先以这个四无量心来这个成熟自相续，就是
这个是原菩提心的这个穴处，看看我这个对自他都平等了没有。然后呢，就是看到坑念众生的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生不生气这个菩提心，就是所以出现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生气四无量心，就是这就是原菩提心的穴处。然后这个诸佛子所修的一切善法，均可摄于六度中。因而如你如法逢勤六度即是心穴处，就是而且心菩提心的这个穴处，心菩提心穴处的话呢，就是这个心持这个六度。行心修习中这样这个说的，行心修习中云，原穴处修四五娘，为短为品当呼行，行心穴处信六度，为短为品当进进，就是他真的这个要断出这个他的这个为品啊，就是断出他的这个位品，要断出他的位品的话呢，一定在这个三智圣勉前，像必须要弄懂这个所谓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些。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菩萨戒也是表面上看到很好懂，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敲决心的话呢，自己都不一定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融入于自己的心。因此呢，就是这个，就是心菩提心的这个戒律和愿菩提心的戒律呢，就是按照无光尊者的话的，就是这个四无量心和六度。概括而言，则四月取舍四拜法与四黑法之中，总配报聪论当中这个宣所而总归之根本多嘴分内意合，就是总配报聪论呢，就是当中就是先宣讲了龙母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这个根本多嘴的分内，就是先讲了这个，然后再讲如何护持的时候呢，就是无光尊在此这样这个谢答的，就是这样谢道，当不是真知正念而摄弃这个四种黑法啊，就是四种黑法逢行四种拜法，就是所以呢，就是他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应该可以这个包括在这里面。相反，如果一心四黑法而虚度光阴，那就证明呢已经摄弃了愿菩提心，如果摄弃愿菩提心，自然也就失去了信菩提心，如同唯有枪毙呢不存在这个层面的画面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昨天赏识如意宝也是给大家已经这个讲得非常这个明白，你用那个如菩萨心的校正，我现在这些这个藏文上面基本上是有些校正能背得到，有些校正能背不到，但是呢在同步翻译的时候，韩文上面呢就是就根本就是不要说是背，就是大概的内容都有时候就是成问题的。往往呢就是说的这个罪也是这个快，就是再加上往往呢就是现在把如菩萨心的里面的这里面的背一个校正，那里面背一个校正，然后居舍论里面背一个校正，哪里都就是凡是这个往往我在这里只有这个散文的方式来把它的大概的意思给个翻译，就实际上上师如意宝呢就是如菩萨心论里面的只是色缘菩提心的过失啊，就这些这个一段一段的校正，就是马上那个背下来，就是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如果真是你们以前这个很多论点能背诵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给别人辅导以后就经常那个说话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应用，就是这个应用背就用在这个校正呢对的话呢，就是还是个很好的传统。但是我们呢好像认为是这个背校正的话呢，就是背完了以后就已经色气了，就是这个在考场上呢就是给上师以中这个公平而已，就是完了就已经不管了。其实呢就是自己以前能背诵的，就是经常能背的话呢，最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它的内容和次序呢就是全部能这个串习的话呢，随时都是就是想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次序，就是因此那个上师如意宝的昨天的是这个摄弃愿菩提心的这个国患的这个校正呢，就是应用过后呢，就是也给大家讲解了。大家都知道，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能摄弃这个不愿菩提心，如果摄弃愿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那就信菩提心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然而见你自种观点，你乐现心戒当心呢，不你精神害后舍，一切性为均应断呢，而归穴处无不摄，就是他真的这样对精神来是有利的事情呢，这个是阿日班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自种，他自己呢就是这样这个菩萨心的穴处是多少呢，穴处是什么样呢，这样是对精神和对来世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信者。然而对精神呢就是没有这个利益，对来世呢就是有害处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全部都断出，就是总的来说是二鬼当中呢，就是这个龙母菩萨的这个什么这个龙母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这二鬼当中呢，就是全部这个所有的这个穴处呢，就是会这个就是包括的就是会那个色即的。此外，如果以慈爱心应法，那么无论如何性为独是对自他精神有理，
并称为来世究竟安乐者，他真的逆乐。逆乐的话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让世呢，就是逆和乐呢，就是逆是第金钱有理，乐的话呢，就是这个来世呢，就是获得这个安乐的过为，就是叫做逆乐有情，就是经常我们讲逆乐有情吧。所以应当以全球方便而戒除，如果这种这个精神来世有利益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是要这个戒除。倘若以嗔恨驱使下相互争论不息，是自他儿子相续无法堪能等，对自他精神不离，何时也会成为恶趣之引，当有害究竟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必须要这个谨小慎微，彻底断除，就是对精神和赖世对自他都不离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全部要断除。当然我们道理上很多人可能有些懂，有些不一定懂，但是呢在实际这个行动当中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有困难就不能这个倒下去，一定要在这个微远面前要这个坚强，就是这是每一个修行人呢，不管是那个你是那个学菩萨戒也好，弥勤戒也好，这个别解脱戒也好，就是很多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在微远面前就是全部清净的话呢非常困难，但是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坚强，就是自己违反了一点的话呢一定这个忏悔，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而且对于今世表面的暗乐，有害于来世的这个所有应作，也要相近观察，情形尽力予以断除。就是今生是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快乐的，但是真正这个来世呢，就是根据有关佛经论点的话呢，就是对来世有害的话是一定断除。这也是次要，这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前面的如菩萨心，不是如菩萨心的，我们这个三界人当中所有的菩萨界的一个重戒，也是一种这个色要。总而言之，一切菩萨取舍的道理要遵照大乘经典中所说，而如理修法的方法无不包括在前面的这个二道序，这个龙摩菩萨和这个五祖菩萨的这二道法会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就是不管是前面的这个二十条也好，或者是这个四条也好，那么这当中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包括，就这一点呢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个承认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说的。我是藏文里面是观世音菩萨，这个韩文里面阿里，就是现在那个阿里班智达，也可以说你们有些说是阿里班智达班马王家，有些说是王家班马，就是其实这个名字就盖的时候有些是叫加波班马王家，是应该这些名字应该搞懂。神奇菩提心的这个下面呢，这以上是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学处呢，就是已经讲了，就是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神奇菩萨界的这个衣处啊，就是它是依靠什么样的身体和依靠什么仙光庄论当中呢，就是专门就是讲菩提心的这个身意和性，就是身体的一处和性的一处，就是只是讲那个第一品吧，就是第一品的时候呢还是讲的比较这个广，就是像各宗派呢，就是这也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观点。神节所以天与弄罗刹女等罪者也能身解龙猛总，就是龙猛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僧菩萨界的阶梯的这个身体的所以呢，天人也可以，龙也可以，或者这个罗刹女还造无间罪的罪人当当，就是都可以胜这个菩萨界，就这是龙母菩萨的观点。无作在所必所也，须具别解脱戒者，就是那么无作菩萨呢前面也讲了，就是僧菩萨界的这个所以的话呢，必须要前面有一个七种别解脱戒当中的这个七种质疑，就是这是那个龙母菩萨和这个无作菩萨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阿里班智达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是这样的：种子信仰佛也法，也行无上菩提果，行逢入海佛子行，则能升起菩萨戒，就是此乃宝灯经中这个所，就是这是这个宝灯经的观点。就是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不管是什么样，只要这个对这个佛和佛法，这个佛法就佛陀和佛法有信心，还有对菩提果呢就是有信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佛子心有这个信心，这样的这个信的这个他这里呢就是主要讲这个信义，就是前面呢就是讲这个身义，就是身份，就是可以讲。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娑菩萨界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个佛法有信心，然后对这个菩提果，就是他像那个获得菩提果，就并不是说像阿罗汉一样，或者是不愿意这个获得菩提果，不是这种人，就是应该这个像获得菩提果的。还有就是对这个菩萨的就是如海广大无边的这个信为呢，就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有了这四大信心的话呢，这就是这个菩萨界的这个所以，就是这样做的。能证菩萨界的这个所以这个身份呢，如果
举笔之言借以宾这个降书借的条件呢，那么便是这个田农业杂，就是那么如果这个借言之语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降书的条件已经记住，有些经典里面这样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便是田农业杂田农落杂女当这些不能堪为别解脱借所以的废人呢，以及造无物奸罪当恶业者侠女身份的众生也能升起戒体，这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龙树菩萨呢，就是他说，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别解脱戒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田龙也杂非人呢、啊，或者是这个很多众生呢，就是不能这个作为者，就是我们这个前面也是三主，什么这个三主男女这个圣吧，就前面已经这样讲了。在这样讲的话呢，主要是这个人间的这个男生和女生，就是才能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法器。但是龙树菩萨的观点的话呢，就这样是像那个吸取这个菩萨戒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可以的。他的依据是这样的，包经经当中这样说的，而是说此法义，田龙废田大鹏大佛性不可即属之众生皆法无常，正是圆满菩提心。就是他这里面已经讲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光证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田龙耶擦还有很多的大鹏啊大佛性呢等等，就这些呢不是这个人身，但是都已经这个发生了无上菩提心。就是刚才那个我还是半知道，就并不是这个完全承认，就是他的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密意思，就是经典里面的密意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升起圆菩提心而言的，就是他那个只升起一个圆菩提心而言的，并不是说是能这个树新菩提心的这个阶梯的受益，就是这部经典里面的这个意思呢，这部经典里面的密意呢，就是仅仅能这个升起圆菩提心而已的，就是这部经典的密意呢，实际上呢，就是很多人这个以前明朗一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是那个这个宝积经里面所说的呢，就是只不过是升起这个圆菩提心而已的，就是他这里面也说是已经发现，就是并没有说是获得新菩提心的戒体，就是他并没有这么明显的说，因此呢，这里面的谜语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仅仅是升起圆菩提心的这个而已，就是真正升起圆菩提心而已。因此这一点呢，就是龙木菩萨的这个观点这样的。前面呢，就是说如果按照生者无助的观点，那么为得行新菩提心者要得解，必须是在三组中具足别行共用能力的烂女，就是必须要这个具足这个共用能力的这种这个烂女，就是然后这个因为具足七别解脱戒，任何一种才是新菩提心戒的所依，就是他具足这个七别解脱戒当中的任何一个身份呢都可以，就是这个称为这个新别解脱戒的这个所依。两大宗鬼表面上所依的这个大小和这个然后这个如明的这个光下等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乔局呢均是一致的。无论是师父现熟了七种别解脱戒，如果连杀生等断一分罪业的信也没有，再无法升起菩萨戒，就只是那个堪布勇敢呢，就是在这里面把这个无助派和那个龙门派呢，就是这个融为一体。无垢光尊在也是在大圆满信心学习大书里面引用了的这个校正，说是这两个是并不矛盾，就是为什么不矛盾呢？就是比如说那个龙门菩萨的这个宗派当中也是连一个别解脱戒里面的这个杀生也是就是不能这个疏忽的，这样的人有没有机会就是他是这个称菩萨戒的法器呢？不能的，就是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密意是一致的，就只不过表面上看来呢，这个龙门菩萨呢就是比较这个开放，然后无著菩萨呢就是比较这个严格，就是从表面上是这样看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密意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相同的。然后那个慈悲光尊者呢，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是无著菩萨的这种需要别解脱戒的这个条件呢，这是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说法。然后龙门菩萨的这种这个其他的这个不需要别解脱戒的这种说法呢，就实际上是中观的这个说法，就是因此菩萨戒呢，就是有这个中观的这个观点和这个唯识宗的观点。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两个也是，而且他说是这两个也是不是这个相违的？为什么不相违呢？就是他主要的这个谜语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是挑夫那个自相续，挑夫自相续的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以前这个有些句式有个叫做是无垢尘句式，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也是垢尘句式那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呢就是能挑入的话呢，实际上是龙门菩萨的法器也可以，无著菩萨的这种菩萨戒的法器也是可以，他的谜语是这样这个解释的。但是无垢光尊者呢，就是在大圆满信心学习大书里面就是说是这个这两个是不相违，就是不相违的话呢，
因为这个不管是唯识宗还是这个中观宗呢，就都是这个大乘这个皆是大乘佛经的这个密也，所以呢，一般来无光祖尊者早就在大圆满行息修习大树里面说是不相违的话呢，智慧光尊者的观点就是唯识和这个中观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有没有必要也不知道，这个呢你们自己这个观察也可以。还有那个格鲁派的那个什么那个克主吉，克主吉的话呢，就是他说是他这里面的这个要求那个别解脱戒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特殊的这个特别这个速成的菩萨戒，就是他那个菩萨戒当中也是有当时那个应用呢这个菩萨地论的一些这个校正，就是以前那个大论寺这个阿巴亚嘎拉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这个承认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克主吉呢就是在三阶论当中就是说是这是这个特殊身份而言的，就是他的这个菩萨戒的话呢就是以这个特别殊胜，比如说那个金光庄严论当中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出家的很多功德就是不是那个别解脱戒的，一般那个大乘那个菩萨戒里面呢也有出家身份的出家身份的这个菩萨和这个在家身份的这个菩萨。然后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就是作总的赞叹这个出家的这种大乘，就是出家的这种大什么这个出家的这种菩萨。所以呢他真的是像他的详细当中的戒律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特殊和殊胜的这种戒律，因此呢就是他真的这个这个菩萨戒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比较这个殊胜和一般的戒律，就是一般的戒律呢就是大乘这个在家人的详细当中的这个菩萨戒。然后这个如果这个详细当中有其中别解脱戒的这个菩萨戒的话呢就是更为这个殊胜，就是这个克主吉呢就是他说是这个特殊，就是他这个原因呢就是他那个菩提道灯轮的这个自设当中呢就是专门要这个讲年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是对这个特殊的这个菩萨而言，就是特殊的菩萨界而言，就是有这个特殊两个字，特别两个字。因此呢，就是他很明显就是指的是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指的是特别而言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不管是无光尊者的观点，还是这个智慧光尊者的观点。然后那个克主吉的观点，这些都是这个已经这个在这个虚空当中这个什么那个大那个金刚驾佛做的，就是这些大的，就是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不管怎么样，自己大概的这个理解也是应该可以，凡是这个不相违就可以，大家应该知道。在这个无法生起菩提心，如果这个念这一分这个杀生戒的不能数者，比如说有些这个众生的话呢，他一遍就是向杀生，一遍呢就是向那个这个殊智菩萨戒的话呢，这是原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前面为什么说是那个就是这个造罪业者也可以生起菩提心呢？这个是一切而降的。比如说这个人呢，就是以前是个屠夫的话呢，那么现在呢，就如果他真正从此以后就是断掉这恶行的话呢，他的详细当中可以这个生起菩提心，但并不是说是他天天的是一遍就是这个杀生呢，一遍就是在他的详细当中这个升起菩提心，这不是这样这个说的。像我们有些人也是这个菩萨戒呢很容易就是每天的是这个杀害就是每天的是造恶业的同时呢也可以升起，也不能这样想。如果这样想的话呢，下面也是说是有很大的这个过患呢，就是很大过患，就是因而必须要具足断除恶行的这一点，否则呢就是菩萨戒相为治故。所以若中的观点来说为疏解的众生的所舍即是身体所依，就是这以前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龙母菩萨和他们呢就是从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份方面讲的，当然最主要还是这个依乐所依，就是这是我们班智达他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他这个依乐的这个所依很重要。所谓的依乐所依，即是指所信仰本是佛陀出有会及其传达的大乘三藏所有的教法，并且对所有的得无上菩提过这个称心，就是对这个无上法门，对无上菩提和对这个佛法呢，就是有这个升起的信心，以相续娱乐信行此敬重所说的菩萨如海般的大乘信位，就是自己愿意这个信此这个如海般的这个大乘的信位，则可升起菩提心，就是这是宝灯经当中这个这样说的，就是宝灯经当中此经云：若信佛佛法，也信无上果，也信佛者信，神主智者信，智者信。就是除之所以，转生之转生之除之所以。菩提心的这个所依呢，就是指菩提心的这个安住的所依，就是菩提心呢，我们在相续当中不是存在吗？菩提心这个安住的所依呢，应该是这个他升起的这个所依，就是他升起呢，就是以前有这种心态，就是刚才那个对这个佛和对这个法呢有升起信心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升起嘛。意思说是菩提心他那个菩提心呢，就是他安住的这个所依。
菩提心呢安住的所依呢，实际上是他那个菩提心参生的这个所依是一致的，所依是一样的。因为菩提心安住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菩提心依靠这个这种心性而参生的话呢，以后呢就是菩提心也是住在这个心性上面，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心的这个种子呢，来自菩提果之间没有坏坏的话呢，实际上是你的这种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存在的啊，一直是存在的。如果是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像那个依靠这个人呢、非人呢，就是依靠身体像别解脱戒那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众生死的时候呢，就是会那个色气的。所以那个菩提心这个安存在的这种这个所依呢，应该是他这个所参生的这个所依。如果是他所参生的所依的话呢，就是我还是帮助他自己的意思呢，就是说只是他说这个前面的这龙母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观点也是很好的，就是应该这样接受。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心的所依很重要的啊，就是有了这个心性的话呢，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然后不管是他是什么身份，就是还是有这个心性。没有心性的话呢，就是生也这个生不起这种菩提心。因此他这个菩提心存在的所依呢，应该他这个升起的这个所依。如果为出现色界的因呢，在何时无论生于何处，都具备菩提心界啊，就是菩萨界。就是如果我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升起菩提心，然后今生呢就是世人，来世呢就是变成一个牦牛，再来世呢变成一个恶狗，然后呢就是在。但是我变成牦牛和变成这个恶狗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的这个心的相续当中呢，还是存在这个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跟那个别解脱戒不同的。别解脱戒呢，就是人死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依靠这个身体的。按照优世宗的观点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无表色，就是它这个无表色呢，就是也是这个色气的。但是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这个一种这个心的断性，就是断除的一种性。所以这样的这个心的这个种子呢，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只要它的这个色界的因没有这个出现的话呢，就是会这个。存在的就是来自菩提果之间，疏解的这种缘故，就是一直这个就是疏持，就我们疏持的时候也是我来自菩提果之间疏持这个戒，就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俗别戒到戒的时候呢，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就是这样说的。由此看来，以和生生世世中至于善知识而以恢复意念的方式，便可得解，就不需要重新说，就是这样这个恢复意念一下，也可以依靠这个善知识来稍微这个提醒，就是你这个善男子以前的。是发过菩提心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用这个重新说。我们很多人的说，我寄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我现在是没有菩萨戒，就是因此一定要说的。也许你这个以前的已经说过菩萨戒了，以前已经说过菩萨戒的话，是何必今天还去说呢？就是不说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这个中间坏坏的话，那当然这个不要说是以前，就是前世这个昨天这个说的话，今天这个坏坏的话，那今天必须要重新说。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出现坏坏因的话呢，来自这个生生世世的他的相续。当中菩提戒呢就是已经存在的，对于这所有的戒条上中下根的，根据各自的能力，按照这个律仪中所律仪也可以，或者仪轨吧，就是这个发心，我们前面发心仪轨当中所那样，如是越许住次第二修学，以正知正念呢四次而修学。然如果因犯多罪而释怀，在过患无穷，诸如成为前者之处啊，就是这前者之处，您嘱咐不语。终身不喜怀失自理，失去迷当，不至闲失中会干涉此等过报，而且也称为何时转生大地狱之因。学记论当中这样讲的，就是如果怀三根自罪，终身都地狱因呢，尤其是这个菩萨戒的罪过呢，就是极为这个严重，就是这个幻菩萨戒是我这个幻菩萨戒，我们不是前面有个幻戒呢，就是现在还对很多人为这个色戒叫做是幻戒，但是幻戒和色戒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有点不同的，就是色戒里面就是包括这个幻戒，幻戒里面不包括色戒，就是所以他真的这个，如果这个幻菩萨戒吧，我以前这个发过菩提心，现在我不发呢，就是我这个戒律呢就是给你老人家，但菩萨戒的话戒给你老人家，这样子可能说法都是没有的。如果有幻戒的这种出现的话呢，他那个罪过非常严重的。如菩萨心论当中这样的，于无上暗了思维菩提求菩提。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向了这个无上菩提，然后呢就最后呢摄起菩提心的话呢，那欺骗了所有的三界大千的这个众生。因此呢就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这个过失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引请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上师，这个根本上师，我今天开始呢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就是一尽说，就是然后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众生呢，你们也是应该欢喜，我今天发了心，就是我会这个利益你们的，我会饶益你们的，
就是对这个下面的话呢，对所有众生呢有一个承诺，对上面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诸佛菩萨金刚上师面前也有个承诺。如果你摄起菩提心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这个欺骗因果，就是这个所有的高僧大德诸佛菩萨全部都已经这个欺骗了，然后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已经欺骗了，因此呢就是那么这个还能这个转生到善趣吗？就是不可能的现象。然后下面就是十二会佛的方法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悬索四类这个四类罪的，就四类斗罪的这种道理，这个呢就是为所十二会佛法啊，何则不察逆废离，行者亦或出顿时，为大事为大事小罪行相，无能为你戒无罪。无你庆幸无罪相，就是他这里有四种类，就是他那个罪呢，就是一种是真正的这个多罪，就是还有呢就是是多罪的这个形象，就是就是罪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实际上表面上看来是罪，就是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罪，就是然后一种呢就是无罪，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无罪的形象，就是这四类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告动，就是一种是这个多罪，多罪的话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呢还是行持的话呢，就是犯了这个罪的话这就多罪，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为了就是这个大的这个色气笑的话呢，实际上是指一种这个罪的这个现象，就是表面上看来他已经这个犯罪了，就是比如说他为了这个刺激呢没有布施的话呢，哎他不布施这个还是有犯罪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为了刺激，就是因此这个罪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心想就是不是真正的罪，还有一种呢就无论为你就是没有罪，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有些这个自己不是自己心境的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个罪，还有一种呢自己的是没有能力，但是你静静去做的话呢就是无罪的形象，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没有罪啊，但实际上是还是有一点这个罪，所以它这里有四种类。前面呢就是为所十二会佛法，就是前面呢就是摩索这个十二会佛法吧，就是最后呢就是要给就是这个菩萨戒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三戒呢就是全部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如火的，中间如火素子，最后万一那个释怀的话呢，就是怎么样这个恢复，就是那么这个恢复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先这个认识要四种多罪，四种罪呢就是何则不察逆废离，行者顿舍皆堕罪，就是行者顿舍皆堕罪，心是那个心舍，然后智呢就是智智的意思，顿舍呢就是后面两个字，就是他也不行持也不智智，就是凡是这个放弃吧，就是这个暂时这个漠不关心的放着，就是这叫做然后心者顿舍皆堕罪吧，就是一切都是堕罪的。刚刚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听得懂我的那个话，就是我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就是因此有些时候这个发音呢就是全部都是颠倒的，不过还是大多数的人还是能理解，就是应该可以。行者顿舍戒堕罪，行者顿舍戒堕罪，这是这个堕罪的类别。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色大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味大色笑呢，就是是这个罪的形象，无论为难呢就是没有罪过，有这个无有这个能力，但是仅仅性质的话呢无罪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它真的有四种类，就是大家应该明白。最后选所若是会菩萨回复的方法，菩萨界回复的方法，任何菩提戒了对任何事都必须要谨记所能观察合理与废离，如果对其未观察，就如果对这些没有观察，对本应该这个摄取的这方呢，无论是做还是是这个种者，或者呢就是对这个心智漠不关心处于平坦这个心态的状态，都是堕罪。你看这是这个堕罪，就是都是堕罪，戒堕罪，就是刚才说的非常对。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这个应该这个观察的，但是你没有观察，就是本来该做的没有做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堕罪。然后呢就是这个本来是不该制止的已经制止的话呢，就这也是是堕罪的。然后本来呢就是不应该只是漠不关心的，就处于一种这个平台的这什么这个拼舍的状态当中，但是你一直把它这个放弃的话，这也是是堕罪的，就是。所以这个菩萨呢必须要经过详细的观察以后呢，心思你该观察的地方呢没有观察，就是光是这个放弃的话呢，这是这个堕罪，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堕罪的发现这样类的。这种堕罪也是有四类，就是它这种堕罪有四类的话，其实这个前面的把这个一类已经讲完了，就是如果经过一番观察，明明知道是这个废你智舍，如以损害性杀害这个众生呢，就是是废你的，然后以吝啬心不做布施，或者呢就是不做合你智舍，都是这个堕罪。但
真理这样也可以啊，就是都是是这个堕罪，就是这是堕罪的类别。宝积经当中这样讲：何则一环行百年作不舍，何则一日中刺激元神辟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在一百年当中做布施呢，不如这个在魔法时代的时候，这个一日呢，就是数次这个八关斋戒以上的这个清净戒律的功德非常大。所以呢，啊，就是为了就是刺激呢，就是色气，就是不布施的话呢，实际上是这就是这个一种这个就这个呢，就下面的一个校正，就是与布施相比，刺激更为殊胜呢，因而呢，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大力，其次耽搁什么就是耽搁色气效力不舍，就是这个耽搁这个效力不舍，以微小的痛苦不所可以称为大的这个对者，诸如对于造恶业者，其他人通过暂时粗暴的损害而致者，这是这个堕罪的现象，就这是这个堕罪的现象。堕罪的现象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些真正是让这个致者就是别人的这种恶行的话呢，或者是这个为了这个刺激没有布施啊，就是表面上看来的话呢，好像是这是这个堕罪，但实际上呢，就是是这个堕罪的现象。堕罪的现象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罪业的，没有罪业的。然而这个不是吐露不是出血者，你能所及之境界，所以他们不足，或者是这个无无性质这个罪，无有这个罪过，无有罪过啊，就是这是那个无有罪过，也就是说是无罪的这个种类，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两类了吧。出血者对于无论为你的布施之体等，如果勤奋去做，或者呢以恶行牵发这个酷刑，无有罪过，这是这个罪就是这是堕罪的这个现象。他这里呢是这样的，以恶行呢这个酷刑的话，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酷刑一样没有罪，但实际上是有这个罪，就以恶行引发而酷刑的，他有是无罪的现象，有罪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堕罪和无罪，就是总共有四种。然后对照这个就是对照这个事例来说明三节，首先是那个严禁恶行戒，严禁恶行戒的话呢，以嗔恨心杀生就是为堕罪，以饶益心这个杀生呢，就是这是这个堕罪的现象，以悲心杀生呢，就是是这个无罪。虽然对你他有你的心，但以却不为这个杀生的话呢，就是堕罪的现象。就这是那个。他是应该是这样，以三个戒律呢，就是讲的嘛，就是第一个是那个严禁那个恶性戒而言的话呢，就是这个已经讲了，严禁恶性戒呢，就是他有这个多罪和多罪的现象，然后这个无罪和这个无罪的现象就是已经就是讲了。然后下面是应该这个色三法界，就是这个色三法界而言的话呢，以宁色性不做布施是这个堕罪，以饶益性这个不是就当当就是是这个罪的这个现象，以清净心布施不是这个那就是无有罪过，以还心赐予病人当当就是这是那个就是无罪过，无罪的这个现象啊，就无罪的现象，这是那个这是色三法界，就是色三法界。然后这个饶益于境界的话呢，就是不护患者呢，就是是多罪，然后成为逆达而不做狐狸，就是多罪的这个现象。慈心而做的话，慈心而这个利益的话呢，只是无罪的。本有大而色气的话呢，无罪之现象，就是所以这个饶饮欲清洁呢，就是也是分四个，就是刚才那个色三法界呢也分四个，严厉恶性界呢分四个，就是他这样分的。因此这个呢，就每一个都有这个多罪和无罪和还有那个罪的现象和无罪的现象，有四个方面，这个大家应该自己这个分析一下。接下来过后，应当以此为念，要知这方面的一切道理。前面呢就是尼他僧与七不散，由开序是视为善，就是如果对众生有礼的话呢，就是这个小乘当中是这个僧与的七种这个不散呢，根本没有开序的时候，但是大乘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开序的时候，也实际上是就是善法。应当以了知开者的方式修学，以大悲心引法，在无有自私自利的心唯一向利他的情况下，心饶以自舍，在僧与的无机之是通过心的牵引可以转变为善或者是不善，就是这小乘是不承认的。因此初学者成为不善的气也，对于此菩萨心者广大利他也有开许的适合，诸如诸萨有损害佛法众生之吐佛的杀生，就是也是可以的。杀生的话呢，就是如果杀了，就是对这个佛法和对众生有害的一些吐佛，真是你的这个饶益心特别特别强烈的话呢，就是把他杀了，他咒
后呢，他就是拉着这个斧头，就是我们有些金刚道友稍微吵架的时候呢，就是拉着斧头，拉着石头，我也想杀了你，杀了你，吃了你。这样的话，可能像是这个众生呢，就是对这个佛法很有这个损害，就是像这个准备，就是、这样的话，真正你这个发心很清净的话呢，是没有的。但是也许是为了自己的房子，为了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什么，有些的话呢，真的非常惭愧啊。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有时候都是我看少数人的，不是这个大多数，有些这个大多数人的行为呢，我感到就是非常信仰哎，我的这个这样的依靠，这样的这个入身呢，就是给他们传输这个菩萨戒，然后呢，真的这个很多人的心里面得到的。有些个极少数的人的这个行为的话呢，还是有时候升起有种厌离心，但是希望你们还是态度很好的，就是以后改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我们发了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人的话呢，就是该不该，值不值得，扪心自问，就是晚上睡的时候也是竖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好好的，如果睡不着，灯一直开着，想一想我今天就是所做的事情到底是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诸如为了圆满逼着自量而从护翁树中盗取供养三宝也可以，或者是证据贫困不予取，就是为了就是这个扶贫呢，就是到这个别人那里去偷一点东西也可以。然后诸如为呢玩酒说与贪逼别这个什么这个逼死无疑的女人欲比足见心散而已，给一些女人和或者是让她那个心散而已，就是不尽兴的这个邪淫呢，就是也是开虚的。诸如为呢挽回他中的生命等而所欺人之贪的王爷也是开虚的。诸如分开比恶有空执的心修行者与恶有之间的这个逆见于吧，就是诸如是欢喜厌贪者驱逐正法而所各种无极之贪的气欲也是开虚的。诸如为制造早不三也的可种不生赫之者次的醋欲也开虚的。以上这些神语意表面上是虽然是不三也，但是由于好心好意所引发，实际上呢就是十三法中观四百论当中说，菩萨有以乐，若善若不善，一切为善妙以自在故。就是他说如果这个性善的话呢，就是那么表面上有些，但是有些呢就这个地方有个危险性，大家还是应该注意。自私自利的心一念也没有的话呢，就是可以开虚的比如说这个你这个不管是厨余也好，这个其余也好，邪淫也好，这些呢应该观察。一这个了借口的话呢，那么这个罪过更严重啊，就是以这个罪过，比如说这个啊，菩萨是可以开虚的，随便说，其实并不是是真正的这个开虚的，就是你自己喜欢出语，你自己喜欢这个气语，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开虚的。如果真正像这个大悲上主那样，就是自私自利的心一点也丝丝没有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身体的上面的这个萨大因和所有的这个语言的这种四种罪业呢，就是有开虚的是吧？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务必要这个注意，不然以这个三法呢，就是为借口，就是现在魔法时代的稍微有一点这开女等的地方呢，就认为是啊，对我已经开女等，随便都可以做。但是真正的他的要求呢，就是没有去观察的话呢，就造了很大的恶业。然后那个《诸心章》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比丘越此佛所寻心脆足，比佛因此亡。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呢，就是他问自己的父亲和一起过路，然后父亲呢就是坐不动，就是一直他这个去过，最后呢就是父亲呢就坐不动，就已经这个死了，微臣不见罪。他也是好心好意，让这个父亲快快的坐，快坐快坐，爸爸我们快坐吧，下狱了。就是结果父亲就死了，但是他就特别害怕，就下一道就是我是不是犯无间罪啊，就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这样干亏连主的话，那父亲都没有事。后来这佛陀说是没有啊，你是好心好意的，没有罪过，你把父亲的尸体好好处理就可以了。开玩笑，这是我嫁的，是不是这个功？凡是有这个功。然三心致谢点之月能惹土他人屈气之而则得过程，就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是有这个校正，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就做了一个这个孝尼他佛像，就是然后这个人呢就造了很大的功德。后来就是更要这个下狱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坑里看了有个很好的利土，但是尼他，但是呢可能马上下狱了不行了，然后他就把那个黑店就是
是这个谢殿吧，就是谢殿，就是换了，换了以后呢，放在那个菩萨的这个兔上，也就是说菩萨把佛陀这个刚才像你他的兔上，就把，因为他就不太动，就是不太动的时候呢，就是他想，哎，马上下雨就可能这个坏了，就是然后把自己的谢殿呢，就是放在那个这个小尼塔的这个上面，就是很，然后后来就是又来了一个人，又来了一个人呢，哎，这个很脏的，就是这个不应该，就是就是把他扔，就是把他扔掉了，就是那么这二人都的这个过程，就是实际上三人呢，就是后来都逐渐的已经成佛了，刚才造离他的，后来就是盖他的，后来呢就是去他的，就是这三人都，所以这个心善很重要，心如果这个善不是很重要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很不干净的这个鞋垫也是放在那个菩萨上面的话呢，应该有这个过失的。还有本光觉的公案也在这个旁边，但是在这里不讲吧，就是大圆满前夕应该大家都这个会非常清楚的。菩萨戒二十颂当中也是这样讲，具有次性背性果，雷行善妙无罪果啊。今天讲到这里。Mandarin, get up, but not so good.